来，六四八搞一个，你这个老催人，有毒吧？滴滴，第四个了，但要冲到10000还早呢。给我看一下这个今天任务间距啊，还有6500块钱才能搞到10000。六四八警告哦，现在看一下冲幅，冲这个充值排行榜啊，已经是第一了，哦耶！所以今天拿这个第一肯定是没有问题，怕我忘了，来升升级。啊，加600啊，加337，加16000，哇，352，刚刚有多少个没注意看？这神兵真的是牛气。然后把图鉴放回去啊，那图鉴为什么有个红点？我已经放回去了呀。哦，是这个啊，图鉴已经放回去了。给炎魔星君啊，升到了5星，暗夜猎手还差一点。噔噔，对，我放过了，我就记得，因为我刚刚看到这里有个红点，我以为没有放完，没有放干净。结果，来，这个就是抽奖给的。明天这个宝石肯定也毫无悬念，因为我花了那么多钱在这个寻宝上面，来盒装，等等等等等等，神布还要再慢慢升级呢。我现在找到吃蛙2毛钱一个了，那个毕克拉竟然10块钱一个，我以为毕克拉1块钱一个呢。哇，这里有400多个，搞起来。和服还早，具体什么时候和服，我可能会提前知道，但是至少肯定也得要等到7天结束之后，所以大家别着急。因为我在这里面充了非常多钱，我非常的强，有可能我们会往前合到一些很厉害的这个大佬，我加了2000，加豪爽这神仆。好，这个炎魔神君5个精华，加了4800，我不是首服是，但是我们之后好像是会遇到这个曙光符的对手，这样子，和后面的和，那直接就把人打跑了，而且我们没有竞争的，就是纯虐人，把我和服又被别的大佬揍了啊！不用太担心，你想，我这个游戏是3G压的。它这个游戏其实和斗罗差不多的，斗罗当初就是1个月啊，甚至2个月才会重新组一下这个就跨服，就和服可能要过1、2个月的那种，所以我们时间是很充分的，不像是之前玩龙母的时候，他们就我们就一个强，是的是，主要我太强了，其实我们那个神兔他也很强的，他比我当年还要强，我当年那已经算是很厉害的了，但我主要是我这儿太变态了，这真的是我太变态了。噔噔噔，加2000不错。哦，我这里要去看一下海战，我这里看一下圣殿岛，这水晶刷了，我们其实可以刷一下这个水晶的。我们8点钟有什么活动？看一下，8点钟这个活动9层小塔，这个时间其实合一下这个次数可以打的啊。这里我们先去打那个水晶吧，没有关系的。水晶打完，我们8点到9点之间要去打一下这个经验副本的，这里必须打这个水晶啊。哎，摧毁其他服水晶，这里已经摧毁了一个。38分钟，然后我们再把圣殿岛的摧毁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星空秘境了。好，我们来这儿接水晶就挂着，然后去合成一下这个装备。这接水晶大概需要打个10分钟左右吧。哇，又要充钱了吗？优酷不是也可以上传，但是优酷不给收益。来打圣殿水晶，和他们说一下，来充值充值，感觉可以扩大知名度。其他平台我也传了。哇，648来一个，多弄几个频道，其他频道，我现在视频就剪那么多，更多的频道也管不过来吧。YouTube 的频道我不想弄很多啊，我觉得一个足够了，专心经营好一个就可以了。现在去合成一下，斗罗我可能会在9月份做一个完结视频，其实就是道别视频吧，和大家说再见。到时候我可能会充个10000币。其实10000币也没有多少啊，就是4000块钱，就是我可能自己掏点腰包，然后再叫这个大佬给我垫一点。寻宝积分有10000了，抽奖，寻宝我都寻了14000-15000块钱了，抽奖是什么鬼？啊，你是说，比如在 B 站抽奖吗？这个我不想搞，我觉得这个太假了。7级宝石来一个吧，来个七。昨天有很多人都叫我不要买的。但是由于今天也没有什么消费，我觉得这个宝石这个星期肯定会被我买掉的。好吧好吧，买了啊。7级蓝宝石先不要搞，我知道是不用买，但最后买一次吧。这宝石其实并不便宜，买了上 V8 想多了，我这 V8 哪有那么好上。我现在还要再花20000的钻石才能上 V8 呢，
赛区合成，装备还没有。对，抽奖有可能会比这个划算的。之后慢慢看，六阶、八阶装备其实可以垫一下，可以作为这个垫子。九阶随便合，来一个头。今天打到的这个装备不太多啊，还请大家谅解。小人大人在上，求您保佑我合成成功。嘿，来换一个装备，来搞一个灵腿。啊，明天 V8 神步升阶要花很多钻。哦，这个也是啊，这是个好办法。小牛大人在上，求你帮我合成成功吧！是兄弟，这里我看一下，只有两件装备。要是前面这两件合成成功，最后这一件合成失败就完蛋了。好厉害的样子，好吗？别的装备不需要搞了，宝石搞一搞，搞一搞。噔噔噔，哦，神兔上线了，神兔上线了。我这里先强化一下吧，先镶嵌搞一下，然后再强化一下。哇，十一阶的坠子可以的啊，七级宝石，搞下。有女朋友了，但是谁说谁规定的我就不能找小牛祈福了？就像是你找这个菩萨祈福，非得要菩萨是你的女朋友才能祈福吗？有这个规定吗？没有吧。这六级宝石暂时不是很想升，留着吧，等明天这个宝石活动来了之后再看。我们先把这个强化到120，好，我就留个500万就可以了。你说这个打不完？哦，好像确实是。这个打完他会回血吗？我忘记了，我应该叫南星上一个小号过来，挂在这儿，防止这个回血啊。5分钟好像确实打不完。哦，看我直播是从这个游戏开始的，那挺好。做几个量时了，懒得。懒得好吧，这个随便进阶一下，他到这个四阶还有好长一段距离，9层妖塔呀，那得要提前进去呀。对，这个是真的省钱，打一套十级装备，宝石多一个空位。哎呀，这个时间没有规划好，我的天，没有想到打那么慢。我今天就不拿个第一吧，我觉得还是负责任一点啊，把这个打完。管理时间，不需要交，不需要交。罗志祥那个我学不来，没有他那么有钱好吧。有钱也不要向他学习啊！我希望怎么样？我希望长长久久的活下去，不希望有任何黑点。然后说有一个一天不在线的，但这个战力稍微有点低。一天不在线我可以清一下，但是我要保留一个这空位的。主要加进来一个低战的，万一后面高战想进来的话，我又得把低战的清掉，所以就不忍心。我觉得还是算了吧，不要随便同意别人，要学会拒绝，免得以后还要踢人，那样就太烦了。领取活动。哦，今天就可以打这个战魔圣兽了，今天一会儿8点半之前就可以开了。哎，这时间够的，但是出来那个 boss 没有，我记得出来那个 boss 是很爽的。我先去打个暗器吧，这里今天就不打这里的 boss 了。 OK， 他其实要往下面走，粉丝我知道，但是都是粉丝啊，两边全都是粉丝。你看这个宝藏八阶的揍一下，这个打得好慢的。我只好先把这八阶打了吧。录今天一个活动，8万拿完奖励。OK， 那和我没什么关系，幸亏我跑得快。好的好的，我每天可能就踢两个人，所以不要随随便便放人进来，不然很难受的。九阶再打下，我可以晚2分钟再过去，没有问题的。对，每天都有人退，哎，但其实每天都会有人进的。哇，打得还是蛮快的。这里没有给好东西吗？去参加活动，9层要打来喽。21点，军中还有婚宴。先放进来，不，别着急啊，他一会儿就满了的。眩晕群攻不需要，点错了，我要一个冲锋，加一个眩晕，别，月兔，血量残就稍微揍一下你啊，我就在这守着。第4层，虽然来晚了一点点，使用一个648，哦，再冲648的呀，来一个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但是如果以后运气不好的话，我们可能就得要20中一个648了。好，这样搞的话，我们以后可能都得要一直玩折扣游戏了，因为折扣游戏我才能这样搞，其他游戏搞不了。哎，是谁的心啊？碰一下碰一下，神兔，哇，望徒弟 ，Hello， 是谁的心啊？你好近啊，这里其实最好把这个技能留着。总要充15个648，哇，你算得那么清楚了，所以我们要播2个半小时啊！今天差不多就这样。噔噔啊，神兔大大，
直接冲锋过去，然后再给你个晕，两个晕啊！我晕他这个时候被他躲了，抢他人头啊！他又晕我，你有毒吧？来，走走走，放过他了，他不好追，是谁的心啊？天道圣主，奖励过期了，我的天，是谁的心啊？来定一下，没了，我这个只有六血，你看到没？这个好像是第一个过来就会有概率遇到一个血量特别残的，方便你积攒初始的积分。哇，十二，血量怎么那么少？那我肯定又第一了呀！哎，神兔又来了，不欺负神兔大大了。来，还是打这个 boss 啊！清晨，来亲一个，哈哈，米可，哦，米可把我定住了，那么讨厌的吗？就只你定我，不允许我定你是吧？差了一点，来喽，米可大大，给你秒。OK， 终于把他杀了一次，宰宰。好，下面一层了。哇，这里也给符文金破的，啊，真的是太亏了。之前抽那些奖，那四五千块钱的符文，没有给这个金破。冲锋，再晕。哇，他这个韧性可以啊，明明是两秒钟晕的，他第一个晕好快就解开了。哎，不打他了，打星辰。你看他就是晕我一下然后就走了，这真的很会玩。我要抢了他一个怪，好像是这样。那是谁的心啊？这里就杀几个人来碰一下，宝贝儿来亲一个， come on， 回就亲一个。我不想用这个冲锋啊，这距离很近的。哎，还是用一下清晨来一个。好，第一名。哦，就已经最后已经完了，第一名给408亿全服新纪录。哇，创造新纪录了，不错不错。这里准备打这个暗器啊，神兔大拿应该也 OK 了。我们先把这个单人搞了，430级啊，今天搞不到，明天能搞到，今天还是搞不到的，但过了12点，比如说凌晨3点钟可能可以搞到。啥时候 V8 我想搞就搞，明天搞，没有地方花这个钻石啊。诶，要不我先去偷一下这里。哇，这里有，既然有370，岂有不去之理，对吧？哇，就在这儿，这家伙经常喜欢在这儿待着，特别喜欢在这儿待着。一会儿我看一下这个圣殿岛水晶经验是还有几分钟。诶，还有16分钟要刷新了，看一下。打一下这个 boss 吧，360不行，打下340的。剑宝播一下，剑宝明天来啊，明天晚上7点。哎，不，别杀人，320等一下，然后开合并模式，不要打人，充钱。想看榜首啊，主要是这冲榜没有悬念，无所谓的，到时候你看视频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一个648，哈哈，320可以的，录制一星期之后给你们看，这个视频会追上来的。好，可以领取这个金龙了，又可以领个这个斗圣金龙，这个战力可以到1500万吗？执行，再加23万，苦哦！来搞起搞起，加个4万，算齐。哇，这个坐骑也可以给力了呀！加5万2的精灵，有毒啊！圣器，别取关，取关了你在别的地方也找不着我这样的 UP 了。加5万4，我的天，这个真的是一天一天，一天比一天猖狂。这里打个380的吧，380比较近。这样吧，就不用去这儿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经验效率已经满了。一会儿你们说四符的，其实还可以有个这个名阵啊。一会儿我们退出去，你可以看到这曙光符是和我们在一起的。我们这里也可以进这个曙光符的。我应该是5倍都用了吧？小恶魔带一下，我带的恶魔，我带的是恶魔，给你看一下，没有错，带的是恶魔。我记得昨天合并的时候就是5次，这里只要不变动，它还是5次，这里应该没问题。等10秒钟看一下。我就是想要一些女套装石啊，9毛钱，14个，26个，感觉可以买了，这个不贵的啊。果然是5倍的，不然他不会给那么高的这个经验。对，后面4毛钱一个，0.4钻不对，是4钻。现在可以打造这个套装了吗？看一下，我把这里都点了，神功升级，装备强化，其实没什么可以做的了，成就领奖，暗器提升。暗器一会儿把那个暗器副本打完之后再提升。
大钱要省，小钱要省。我的钱就那么多，我现在充进去只要不浪费就能玩好长时间的，不是说充多少就要花多少的。我把价格抬得太高，其实对我来说没多大意义。这个服现在我就是养这个服的大佬了，知道吧？这个服务器其实其他人以后就不怎么充钱，就靠我了。只要我不把这个价格抬上去，我就能以很便宜的价格把这东西买到，所以我就控制一下这个价格，控制一下这个冲动，以后这些材料慢慢都会有的，别着急。啊，我疼！神仆技能，我的天，经验副本要少不少。我的天，没有开自动，一个是没有开自动，一个是没有换装美胶。啊，但还好，最后两分钟这个经验给的是最高的。我的天，哇，这个太吃亏了。以后我要拿个记事本记录一下，明天打新功副本之前要做的一二三四五的准备。